7月27号，网上曝光了一则无理杰哥和乃源的视频。视频中，王源神神秘秘的将一个黑色礼物袋递给杰哥，还小声的说：“悄悄的，不要让他们看到了。”也是 real 可爱啦。这个我是行，悄悄的，不让他们看到。那都看到了，就是没有，这有黑袋子，我觉得刚刚没找到清楚。哇，居然是给宝宝们准备的礼物，王源也真的是体贴又暖心呀。不过姥姥还真的超级好奇，无理乃源到底给小宝宝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呀？粉丝宝宝们看到这个视频，不仅好奇，更是纷纷感叹道：“贴心小元宝，这样的男生真的太招人喜欢啦！王源哥哥很可爱啦，是我的小大人了呀！”芒果捞新闻，王源小哥哥，姥姥也想要神秘礼物，报道。